最新一季《博物馆的秘密》又要带观众前往什么神秘的地方呢？耶路撒冷的博物馆，还要去欧洲第三大皇宫凡尔赛宫，并且还要前往《博物馆惊魂夜》系列电影的拍摄场景——华盛顿特区的博物馆。《博物馆的秘密》第三季就在公视 HD 频道。